教授书，菩萨有慈悲相，妖有愤怒相。今日我见我，愿以五祖愤怒观音，护法为教，浑身摧骨，在所不惜。哦，见我，敢讲你唔惊死？众生皆有一死，但是证明明白因果一轮回之理，只求生生世世为法而死，死在法中。信。从刚才剧情画面当中，我们看到金月律师为了护法卫教，不惜粉身碎骨啊。所谓宁将此身入地狱，不以佛法做人情，这一份的情操精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唐美云老师，老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啊，我们请教老师哦，老师饰演了这么多的高僧哦，这许多的出家人高僧，他们除了弘法之外，这一份护法的精神，老师有没有在演绎哪几位的身上特别感受深刻呢？好的，其实演绎过这么多位高僧，在我自己演绎的心得呢，我觉得每一位高僧他们其实都是有护法的精神，而且呢，每一位都是弘法立身，护法卫教，行善布施。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就来分享两位高僧，就是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位是法显大师，法显大师呢，他是以六十几岁高龄才前往天竺取经，而且他是陆路去，海路回，他是怕陆路去的，还是海路倒回来。可是也因为他是海路回来呢，所以在回程的这个大船上呢，他有很多跟他同船的很多这个商人，他们因为在海上遇到狂风暴雨，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就心里很害怕，就忽然间有一个商人，他就提议出来，他说：“我们面对这种怪异的天象，一定是表示我们这艘船上有一位异教徒。”而且他一定带着一定是不好的东西，结果他们一看就针对法显大师，他们觉得他是一位异教徒，一定要把他丢入大海。那在丢入大海之前呢，因为遇到狂风暴雨，船呢在这个大海当中非常不稳定，所以当务之急，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把重量的东西先抛弃，要先丢到大海。所以呢，他们第一个念头就动到法显大师辛苦好不容易去取回来的经文经典上面。当他们上前要来丢这些经典的时候，法显大师奋不顾身，他挡在他们的面前，抱着经典围在上面，他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要丢下这些、抛下这些经典的话，你们就把我也推下去吧。就是他为了护持经典，宁愿连命都可以不要。那当然呢，就是护法神有示现哦，在这个当下，当然有人来解决了这个很对峙的局面，那法显大师得以安稳平安。那这个是让我印象深刻的，当然也是因为法显大师是以非常非常高龄才去取经的，然后回程以后，米记嘛金多金最贵啊，可是还是有这种护法的精神，所以在演绎过程我是印象深刻。那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真谛大师。真谛大师呢，他带着经典，就是之前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中土的之前呢，他是先在这个现在的柬埔寨哈，先在那边他有住席了三年。可是过程他到中土弘法，被请到中土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愿力，他发愿就是要把这些带来的这个经文全部把它翻译好，而且可以传承传法。
可是呢，因为真谛大师他这一生呢，他真的遇到很多波折，遇到很多困难哦。就是护持他的人，就是不但发生很多状况，他自己也面临很多困境，所以他几乎是带着经文一路不断的奔波逃亡。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放弃他要译经护经的心念，他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沿路译经传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护持他所带出来的这些经典。过程当中甚至于他也是跟法显大师一样，宁愿生命不要也要护持他所带出来的经典，而且要好好的翻译，把这些经文译出来以后可以把法传承下去。这个大概是应该最近有演绎过的两位高僧我印象深刻的，所以在这里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感恩。感恩老师。感恩。是啊，看看这么多的高僧大德，不仅弘扬佛法，更要护持佛法。到底这份护法是怎样的精神呢？我想不是我靠佛教，而是要发起佛教靠我的精神啊。佛法需要护持，所以就出现了护法菩萨。在传统的寺庙啊，我们一进山门就会有一座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他们都是佛教当中相当重要的护法。我们在走进大殿，往往都会看到韦陀伽蓝二大护法。今天啊，台湾大学的赵飞鹏教授要接受我们的采访哦。教授你好。好，一凡你好。是啊，我们首先请教教授啊，在佛教当中护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这个出家众的弟子们啊，都是要专心修道啊。那么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呢，都是靠这个弃食化缘啊来维持。那可是呢，这个一个人的力量呢、啊，毕竟有限啊。那有的时候呢，也许碰到特殊的环境啊，在这个弃食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顺利，所以往往也会造成呢、啊、很多的比丘啊，这个生活上会有一些困难。因此呢，就需要呢在家居士啊来帮忙，来这个供养，来护持，那慢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护法的制度。那么刚刚讲的这个是在世俗生活中的护法，那么在这个修道啊修行的过程当中，往往也有一些啊比较需要啊特殊的一种护持。比如说呢，也许我们会碰到一些他道众生的一些干扰啊，或者是呢也有一些这个没办法预测的啊，比较超乎我们一般啊这个能力之上的一些状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啊、其他的护法。那么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在道场或在寺院里面啊，有一些所谓的龙天护法啊这样的一些啊神明的存在。的确哦，不论是衣食住行上的护持，甚至是修道上面的帮助，都是护法。所以啊，这边再请教老师进一步的跟我们介绍佛教当中独有的护法韦陀菩萨，他究竟是谁呢？那么根据这个《正法念处经》里面的记载啊，韦陀菩萨呢，其实跟佛陀非常有缘。他们在前世的时候呢，曾经是兄弟。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佛陀呢就已经是非常精进的啊一位修行者。那么这个韦陀菩萨呢，是他的弟弟。那他看到自己的哥哥啊，这么的精进啊，这么的努力的在啊修行，在啊迈向这个解脱之道、啊、他非常的敬仰，于是呢就发誓、啊、要生生世世啊来护持啊他的兄长啊，在这个成佛的道路上 啊向前迈进。那因此呢，就在这个愿心的这个支持之下啊，韦陀菩萨后来就化身成为、啊、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护法的尊者。那么尤其到了这个中国佛教里面呢，我们对这个韦陀菩萨、啊、非常的敬仰。所以呢，您刚刚提到在所有的道场里面、啊、都有、啊、韦陀菩萨的、啊、这样一个塑像在那边、啊、代表了这个护持正法、啊、维护道场的、啊、这样一种、啊、这种责任。那么他的造型 比较像是一位、啊、这个大将军、啊、身上穿的非常庄严的这个盔甲、啊、那么手上呢也拿着这个降魔杵，那
那么这个杵呢，在古时候来讲也是一个非常贵重的这个武器，很沉重，一般的人呢、也是没有办法来这个使用，所以韦陀菩萨呢也号称是有神力，所以在这个过去的很多的传说当中那么这个韦陀菩萨都有现示现来这个救苦救难，也帮助了很多的这个修行。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个韦陀菩萨呢在民间乃至在我们这个佛教的信仰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对象。感恩赵老师精彩的说明，谢谢赵老师。好，谢谢。是啊，只要有佛法的地方，有出家人的地方，韦陀菩萨就会出现来护持我们。在佛教的早课，我们每天都会唱诵到韦陀天降，菩萨化身，永护佛法是红身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佛法当中好好的努力用功，必定会有龙天护佑的。感恩您收看今天的节目，等会别忘了继续观赏高僧传建岳独体律师，我们再会。你只有一个人，如何能够退毒无君啊？大和尚的戒定咒遍满天下，只要我一人动心，其他的人自动追随你啦。如今宗门有难，四海地主必当拥命护法，哪怕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莫动必动啊！